孟宏伟被查，孟妻咬出政治迫害的主谋。中国籍的前国际刑警组织主席孟宏伟，因为涉嫌贪腐受贿遭北京当局调查，至今行踪不明。法国国际邮报专访孟宏伟妻,妻子，他认为这是政治迫害，指中国公安部国际合作局局长廖劲荣正是这起政治迫害的执行者。孟妻表示，中国驻法大使馆曾联系他，说孟宏伟写了一封信给他，他告诉大使馆。 希望在有人陪伴、有人见证的情况下取信。后来大使馆就再无消息，也没再联系他与中国的通讯方式都被切断，他的中国手机也不通了。记者询问他是否曾预感孟宏伟会出事，他说从来没想过。孟宏伟不爱耍阴谋，在全球警察界工作多年，又当上国际刑警组织主席，他认为丈夫的声誉、可信度和待人处事态度是公认的。 孟七在访问中指中国公安部国际合作局局长廖劲荣对孟宏伟执行这起政治迫害。至于中国当局指孟宏伟是贪腐，孟七表示反贪腐意味正义，但现在这个字眼已完全被抹黑，反贪腐运动成为政治迫害工具，甚至可说与无根据的指控同意记者最后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要求绝对忠诚，这个要求对孟宏伟是否造成问题？孟七表示我们对国家。 对中国绝对忠诚。她认为自己的丈夫遭受到政治迫害，不确定是否还活着。他们，中共，残忍、肮脏，什么都干得出来。